这个外国人都对哦，哇，他到底给你写出的什么名？也叫安水文。我就是水，这样小介绍哦，没有太阳出嘛，太阳都要吃一口，滚起来，来，哪里有人管住啊？然后啊，没有，来，我阿妹我来，我来，来管住，然后我来，我穿住，阿姐那个卡你来看下呀，阿姐那个西。
三包，退三包，啊！你不是讲要给我请假？你给我请假，你都卡来嘞？啥叫变啊？哪里讲听水娘子？你真是不讲死哦，讲死哦，真是的哦！哎，我干嘛来哟？来哟！什么？恁老母咧十八岁，恁母咧八十岁，今日你都是，今日叫人叫安尼。哎呦，英雄啊，英雄，心紧张啦，才讲告白。阮老母八十岁，啊，阮母十八岁。啊，你若讲到有理，我甲我抬啦，原谅我啦。起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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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暂时先别开哦。啊，没开，我来抬啦。哎呦，哎呦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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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啊！你要做工啊！以后我就是计生人啦！哎呦，真实嘞哦！哇，你有听到无？各位观众朋友啊，哇，我报着啊，报着啊！这个后摆要做国王嘞！啊，我安尼来就伊结拜对不对？哇，阿姨做国王，我嘛做一个啊，一个，一个，一个什么？啊，做什么？做什么拢会用的？哎，我来跟你参详，大王啊！你是世纪城王子呢，哎，咱若来台湾，咱若来台湾吼，应该咱嘛有一个一官靠一靠坐啊。哎，袂歹袂歹，安尼我买张嘴。对啦，哎，老爷子生老富贵。哎呦，来来讲，来来讲，我来来讲。哎呀呀，这呢，好朋友啊，喂安娜，我跟你参详一件代志，好不？好。我跟你讲哦。我的阿哥啊，我吼人无歹，啊我有一个想法，你看嘛，我即款了路啊，我即款吼士兵吼，我是讲阮大家吼，啊来呢，归顺利，啊咱两个呢来结拜，做朋友，做兄弟，啊你唔知气闲未？你的阿哥，功夫是无半步啦，啊不过你话真够讲，你去宣召是真厉害的。不错，安尼好，我咧交陪，甲你做好朋友，你会当同我斗相共。我会用的啊，你别管做啥物，我拢做。做伴，是，我较袂遮尼无聊。好啊，好啊，嗯，安心好。来，我甲聚会叫大哥一个。啊，你叫我大哥，好，请你叫我大哥。对啊，大哥，你叫我大哥。哈？我叫你小弟啦。哦，你叫我弟弟。老师。哦，安尼我了解。安尼我讲哦，我即摆卖叫你阿哥，我甲伊改，我卖叫你阿哥啊。我叫啥？我即摆叫你阿弟。你阿弟哦。我叫你阿弟。阿你大弟。阿你大弟。阿你无啥好听嘞，大王啊。啊，无听，无你搞好听，我咪叫啥？你阿弟，敢若无好听嘞？哎，我咪不叫啥？你阿弟弟呀？弟弟哦。啊，你弟啊，卖阿啦，你弟，阿你生，生起就是大哥相，哦，阿想着小弟。
有咧。算来，我是今仔日要来去西溪报冤仇，你讲到底哪里？安尼哦，我是阿狗追到个对狗，我为你都有通好吃啊！哎，第二拢有通吃哦。是啊，哎，你好哦，好啊，来啊，杨姐，杨杨杨，西溪进营，杨姐，哎呦，呀，来哦。我再做一个，我有一个吼，快乐一个苗苗。
我说啦吼，是啊，你来这到底是要行来拜拜，还是安怎？当然，这次要素崭新，将要出兵了。明知西湖林温氏也有心机非常的自卑，因此我以何方是专程要来烧香祈愿。我要烧香祈愿的是，好，安尼好，宋三明啊！我带你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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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带你
通常因为，他是穿的那个，平常穿。
我来给你替你讲话啦。我今晚就跟你打酱油。对对对，拢有打酱油好啊，有答应啊。
你知影无？我知影，你嘴好嘴嘴。哎，我知影，你是叫英文叫袁通倩啊？通倩。通倩哦，是十大名嘴之一，我嘴里就叫啊。叫通倩老师啦哦，啊你这吼，包的我的辛苦的无问题啦。无问题啊。你等我好消息。嗯，我来去，啊我跟你来去啦，你是阮大的吼。好，我来去哦。好，等我好消息，紧来去哦，来哦。报完仇哦，慢慢啊来。要我安怎？一件好消息要甲大哥你讲。什么好消息？哎，大哥，你知影吼？你的心愿就是要来讨这个西岐城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啊，你看卖啊，咱即马这餐无爱食，对不对？啊，咱安尼哦，受伊安尼困在底，所以啊，大哥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。好消息，好消息就是吼，即马吼有人要援助你金钱，援助我的金钱哦，要援助你，要你钱，因为咱要讨西岐城有钱啊，当然的啊，爱有钱都有人啊，啊，即马个人要讲吼，互你平辈，真好啊，真好啊，而且我跟你讲吼，伊要讲互你伊的身体，哦哈。搞了我的身体，身体怎会当活人呢？我跟你讲啦，要做你的某啦，哦，要让你困啦，哎呀，要你不免钱的啦，讲得又歹听，讲小弟，哎呀，就有影啊，讲话，啊就讲要让你困啦，哎呀，安尼哦，袂用钱啦，你要嫁你做，好好好啦，啊你好，小姐你敢请出来，我答应你，你答应哦，哎呀，多谢大哥，你真好，我面子你知不？对啊，哇。酸椒脆，我跟你讲，拢唔办哦，安尼哦失败，多谢大哥你稍等，我给你敲出来。哎、欸，来来来，成功啊！来，你去讲，你去讲。哎呀，我已经太应酬啊，吓，也是嘞，太啦，要不然就是臭怂的嘛。来，小姐，我好听我的小弟在提水，我你愿意来替我做无？小弟弟受歪良心呢，是啊。那阿哩哦，会用钱我甲你答应，但是我两个人互你掠来呢。阿哩嘛阿哩安排两间房间，我拄只互你掠你个山地，你迄个前厅的所在吼，要有写一号、二号的房间呢。你嘛阿哩一号、二号的五万多，我知呀。啊，我得带你做无？我不打你休息，我来讲。三房，啊，你可以坐床，我房间比两个。
是我就对啦，你阿兄伊讲是啥话啦？你迄个囡仔讲话，我拜托心烦啦啦。你好，我大哥，你以后我无点的就好，啊你以后来找我，等到明仔拜就来找我，发对无？啊你啊来找我，啊哦，我拢卖应声，恁两个就做阿妈好啊，啊你好无？像哎，大哥啊，啊你来这里心病啊，你敢说啊？你讲来有讲不着，你讲啥物？你要甲带，你要甲带。啊，人对咱真好咧。安怎讲？一间房间，两间。两间房间。啊，后壁有咱大英暗啦。安尼哦。啊，一号的吼，互你困。一号我困。啊，你我困二号的。安尼敢好意思老大啊？啊，人吼，这个吼，长头发吼，是。你说话比我做好。是啊。小姐，小姐，你哪能吹哩？各位小姐，别好过。这件大事莫非是恁姻缘呐？人讲啊，姻缘三拄着一个遐配一个遐笑，你看到阮李阿哥哦，做烟斗的，你看了水嘞？我这半天面的啦，我看了遐老啦，愈看哦，还愈难看啦。哎，你来卖死啦！哎，来来来，秀英啊，我今仔日就是要讨我的生计，啊，你去跟别人做阿妈无啊？
啊，我哪有可能去娶你心内？你是阮小弟呢，啊，你都爱哦，无分嘛好啦，来害恁两个一对呢。安尼哦，来后边哦，只要我生起城的国王，我以后若做国王，你是青龙呢，你是关虎呢。你们做插播哦，当然的呀，我怎么没有偷手机呀？啊，我这个小弟照顾我，伊讲无钱多啊。安尼哦，对啊，俺男朋友咩？黑嘛，就是安尼，唔是死啦，死啦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请你咧。时间无早，咱准备来去手机，啊，你这个三天的所在等我，我有需要来再给你调兵嘛。阿妈，你干嘛？你每天给我饭吃呢？我没啦，我跟你讲，你来做官，你是爱安心富有，不给我穿。这是当然啦，行啦，我会好给你照顾啦。好啦，哇，这是咱的恩分啦，是啦，富有啦，我送你。安尼吼，袂歹啦，吼，为你，无你也嘛好啦，好啦。啊！恁赶紧来去！啊！你山中带我的消息就是呀。是啊，我嘞，我直接赶紧来去。我带你上。你对我阿姨怎的？安尼啊，好呀，我带阮老大呀，啊，你要等阮的好消息。当然的呀。安尼哦。是啊，我来追光。哎，再来呀！安尼好。我随机等来，等我带你做王妃啦。好好好。我去离开先，好嘞。来哦，来哦。就算你啊，你岁那么衰，啊，像一辈子真的是，啊，不好说啦。咱讲吼，一门亲祝天啊，不好说，祝什么善缘？你起码就是先低头的，你来做青龙，那我嘛是安徽的社会呢，没卖没卖，我两台三雕，咱头一做，你来穿吗？你来。你出恁南蛮调音，用板门雾水调音，海外渔翁来进宝，山中老夫是变鱼人，寡人是金黄山，再去西堤城回乡东吹时，我再去西堤，和父王就亲了后。就一滚煮，两人心情夫妻，到外久中间，哪知红都庙车夫，去中里无良准，受着父王法干，要占着伊的性命。我来结报，水结出为名，父王经过一段时间敛神谈兵，几经一路非常太落，阿父王。兵甲兵随红都庙找故，经过数久并无消息，下当讲来即将是吉时啊！这回心情非常精彩，啊！今仔日太平年故，有何事情有疏通的报？在他，哎呀，你安多妙哩呀！英雄大兵威军红城，要跟我交锋对垒，便是来者有意，恐惊我性命危险嘛！英雄连过后宫，对着伊公主提兵，看这战事情，是必如何打算三鼓打叫？
中央山，西京行去，为国做主，当年的足迹啊，有王过往便是，但是有王有失过这地上人，小弟太过不应该，徘徊国体，有王大乱大义灭亲，将伊杀出，中华人民，现在有王过往便是，伊也无做回来。是真不好，今天你还无去，伊啊，到底居住在哪里？你原形不明啊！我甲伊去黄山阿婆回来，拄着无怀孕在身，将伊一囝伫要出世咯，希望着子转世，会当传宗接代，做人的愿望就是安尼，呀，好。真认真办国事，好本印照，拢是伊的本照。这个子孙也袂回乡，再出后代。哇，讲回来，讲回来认真。红姐哩，是，国主伊嘞，不利哦，小国主。请问国王，今年的回到兵台乡社到底为何？哎呀，公主啊，公主，有所不敌，我的顶边中间，俺都比我不该，因得告我不见啊！你不顶来吃有意，却惊该交红对哩，便是一死，就是我无。你的内心怎有想法？我是全然不知，人骨未净，心也心是猪。我全然倒转来，要逼你知情。公主提出，我才令你明白，你不能意气用事。公家伊是阮人家嫁妆人，你当作做唔到，他向我你不好。这个时阵，你也回转你来呀、啊。但是我要替你劝告，你不能急在一时。方先我的素材，我见就我的小弟，你爱看伊的来意，伊来悔过自新，你爱甲伊收留，现在咱的国内一寡半截互伊做。如果伊若是不爱的时阵，你不能意气用事，国家伊是我的小弟，你爱手下留情。这股是我的，我念你的民主，绝对我会多下留情，好好把伊的苦劳，会倒回转世机，予伊登基接掌一统啊！你是小姐妹啊！你哩都是三怎啊？准备起行。是我来混难解，我当家人爱来去甲伊阻止，爱我。我会领导，我会当官，给我，给我。
就是你的绝龙命，听我苦讲，给我做国王，你做我的雕神，给我指挥，听我的命令，你安怎？安大庙，你身骨这里才残忍，无代表我就是你的姐夫。你为着西基城，我嘛甘愿要献出，你还阁不管账，你自我暗杀，你太过少年了。会让你消灭的人就是你，当时我让你陷害这个外面的所在，等于龙心破，现在叫我土著当啊，这是应该让你死啊！阮大姐对我无情，后宫的所在，你太大姐，